的伤害是很大的，不能让他们再做这种事情了。经纪人乱摸女模，脸书洗门风。脸书洗门风道歉实在不常见。台北这名27岁张姓女模被经纪人何竹轩吃豆腐，牵我的手，就是他摸完之后会道歉。这边真的是还好啦，对，主要是腿也就摸太多了。那他腿是怎么摸呢？就这样啊。何姓经纪人本月初邀他南下主持活动，搭到我的肩膀，然后我就算甩掉了。正在开车时对女模上下其手，碰我的手就摸我大腿。女模多次被经纪人伸咸猪手，忍不住斥责，但阴影挥之不去，对我的影响真的非常大，非常非常大。对，而且哭了将近一整天。文章有写到说，就是我真的很讨厌别人碰我的身体，所有的朋友看到我就说他是谁，你应该要把他写出来，我才决定要把这件事情写上去。那写上去之后呢，他就当然也看到了，他就说好，那我真的也很抱歉，那我会公开 po 文跟你说对不起。何姓经纪人在公司脸书贴上道歉声明洗门风，更要其他女模日后如果被他骚扰，请当场给他一巴掌。我觉得我做错了，接受他的道歉吗？共新闻台北报道。